真心为您把关 ，SUM 里程保证，我承诺。如果你想要买货车却不会开手牌车，又或者你想要买全新货车却又担心它的落地价差，那我帮你找好了这台车。打给后，我是车辆小姐姐，就是我身后这台2023年 Toyota Crown S。那我们继续下面它的介绍。2023年 Toyota Crown S 蓝色，它真的是全新领牌车哦，而且它是自牌。不会开手牌车的人根本不用担心。新车的塑胶套都还在，音响的塑胶膜也都还在。听完以上的介绍，原本新车价55.5万的车子，现在不用55万，还不赶紧思绪？我们位在彰化溪谷上鼎汽车，上好名车，顶级车辆尽在上鼎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实在就是 SUM。